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穿越无边海洋，那一道光，无尽能量，这是梦想，光芒的角度，穿梭世界五彩斑斓的颜色。你的阳光比方向奔了的方向，是你传说的宝藏。光芒也在发射，别管哪一天，在大海天空透明的梦想，向着更高地方散发出能量。梦之轨迹，不同的方向，纵横交错，告别的时刻，相遇的地方，就在未来。穿越黑夜，那一道光，无穷力量，超越时空，光芒的角度，这是你我同样梦想的颜色。天空期待未来不一样的存在，拥抱坚持信仰，赛跑总有一天就会到达约定的地方。赛小西等人掉落战神海鱼龙王领地，因海盗导弹爆炸引发海水污染，导致鱼龙王中毒发狂并攻击赛小西等。关键时刻，步步花与小豆芽融合成丽莎步步，拯救了众人，并为鱼龙王解毒。第十四集，海盗的阻击。奇怪，大家怎么都不见了？难道大家都被海盗抓走了？咱们来晚了，我们去和海盗拼了！气死我！小声点！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我们去看看。狄恩大将军真是料事如神呐！为了防止其他人捣乱，狄恩大将军特命令我在这里守着。你们这对破烂还真是命大呀！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狄恩大将军，你不对呀！你不是狄恩大将军，差点又被你骗了。笨蛋，他刚才下来的漏机油了。就你和这些喽啰也想抓我们？嘿嘿，不用我们出手，扎夫特，给我出来！好厉害，尼尔的攻击对他完全没有效果。扎夫特，暗影系精灵，完全克制超能系的尼尔。暗影系，轮到小米出场了。小米，光线攻击！光系精灵克制暗影系，怎么样？这一下很疼吧？啦啦啦，打不过我，啦啦啦，小米最厉害。
该我们了，小米，光线冲撞，配合光线攻击。米，哈，哈，哈，啊！快起来，继续打呀！嘿嘿，对付海盗算我一个。加格尔，出来吧！切屁，切屁！嘿嘿，加格尔，使用刚正之气配合重力拳。在，切劈，切劈，在，切劈。哟吼，我们赢了，耶嘿！扎夫特的攻击力、防御力和速度全面下降。这一次他输定了，哼！嘿嘿嘿，哈哈，真的吗，扎夫特？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真正的力量吧！走，走！小米，你怎么了？加格尔，攻击！低等机器人，这就是扎夫特的移形幻影技能，将自己身上所有的不良状态全部转移到对手的身上。这次是谁输定了？走，走，走！加格尔，小米，振作点。可恶，竟敢打我的小米，我和你拼了！救命啊，好烫啊！扎夫特，别玩了，快点解决他们！终于把他们都解决掉了，迪恩大将军一定会表扬我的。小妮儿，快跑！还有这么个讨厌的小骗子，敢吓唬本大爷，我就先解决掉你，扎夫特，干掉他！小尼尔，快走啊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一个超能系的低等精灵还想怎么样？扎夫特，攻击！这种低等攻击能有什么用啊？难道？这就是你的攻击，真是太差劲了！是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那一招是尼尔的属性技能空间跳跃，虽然攻击力不高，但是击中对手后能让对手所有的招式都无效。看来小米和加格尔身上的移形幻影效果也消失了。还等什么？小米，聚光波！加格尔，使出全力，倒地追打！切劈，切劈！走，走，走！切劈，切劈，切劈，切劈！小米，强光锁定！加格尔，
拳。是踢。赞赞。啊！敌人大将军，低等机器人欺负我！这次是真的胜利了！快，我们快去武斗场吧！哦。这么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雷伊，盖亚，你们没事吧？赛小西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大家为比武规则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。就是，大家对于比武的规则都持有不同的看法。对了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先别说这个了，宇宙海盗来了！宇宙海盗。他们好像已经来了。没错，我们已经来了。迪恩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啊，那旁边不是哈迪斯吗？各位，好久不见。哈迪斯，又是你。我们的骄傲，三二三二，小人物永不老，三二三二，身手永不倒，这里是传奇的三二号，三二三二。